晚上好，涂一个，好像也不需要涂，也就这样吧。近人吧，不涂嘴了，就这样吧。等会儿直完播之后，直接就卸妆、洗澡。刚吃完，刚吃完，谢谢奶茶，谢谢元宝，谢谢元宝。有点糊、啊，好像好，谢谢巧克力。饭堂食堂，食堂没什么吃的，哎，为什么我这边有点糊糊的感觉？好像是这样子。谢谢元宝，谢谢玫瑰花，谢谢元宝。开灯了呀，但这一块灯是在这一边，所以我感觉有点怪。谢谢元宝。长度，你是指哪个头发长度？谢谢元宝。谢谢巧克力。雪碧泡面是什么东西？我没长发，我现在是短发。谢谢元宝，虽然我今天暂时弄了长发。雪碧拌面是什么东西？没吃过。谢谢元宝。哪有嗡嗡的声音？没有啊，是电流的声音吧？没开空调，你看这个空调也没开。谢谢元宝。我头发很多，今天头发比较毛躁，因为下雨嘛。谢谢巧克力，谢谢元宝。什么门铃啊？没有门铃啊，充电。没有啊，拔掉了之后不还是这个样子吗？没有开风扇，是外面外机的声音，应该是隔壁的。那就是外面的空调的声音。吃过了，没有台风的声音，我又没开门。我们都没开空调，我们什么都没开。什么叫为什么扎头发？我头发长我自己头上，我想扎就扎，哪来那么多为什么呢？对吧？没吃泡面，吃的饭，食堂了。谢谢玫瑰花。口红没有色号，就随便涂了个。这个有外面的风声，但一阵一阵的。谢谢玫瑰花。你管那么多干嘛呢？你就应该，直播间不应该注重的是这个人在说些什么，你去管这个边上的东西干嘛呢？对吧？谢谢元宝，谢谢元宝，谢谢玫瑰花。我今天我那衣服哎，本来是我们上周小红帽的那一次想跳的，谢谢元宝。他那天问我，就是我们要开始合作欧米探的时候，就是问我有什么就是什么设定什么之类的，然后我就想到了这个，因为我以前就想弄嘛，早知道以前就弄了。因为谢谢奶茶，谢谢奶茶，谢谢元宝。因为现在不能换音乐，只能用公演的曲子跳这种，然后我就说清白的话。但是当时没有衣服，我在找衣服，然后没来得及买，也来不及，所以就换下一次再跳，然后就这一次。衣服当然是自己的了。问过公司有没有，就是因为之前看到聪聪他们也好像没有，
没有之后，我就自己去买了，因为这衣服肯定我以后也会要用到它吧。这衣服我一开始就很想买，总会要用到，虽然我已经有很多小青的衣服了。大事，我们就是那种电影版的那个东西。我觉得我把那个头饰弄了之后，我觉得我像是洗衣服的人了。谢谢你们吧，我像是一个农村里面洗衣服的人，就差边上面背一个拿一个盆了，就特别的那个，就说不上来。哎。真的，有点搞笑。谢谢奶茶。我本来是想穿小青的，但是想了想，算了，我好像还是更适合这个，不然两个人不适合了就。谢谢巧克力，谢谢奶茶，谢谢巧克力，还是要找一些自己适合的那种风格。不然我穿青色，他穿白色的话，感觉有点怪怪的。谢谢巧克力，谢谢元宝。我买都是 S 号两件，因为想想两个人都瘦嘛。谢谢元宝，然后就。买太大的话就穿了太难受，谢谢元宝，谢谢奶茶。我们昨天晚上弄的吧，这个东西，谢谢你的用爱发电。我们昨天晚上，我昨天下午到了之后，晚上拍的。稍微就是改编了看，借鉴了一下，就是其他的这种青蛇的舞蹈，然后再改编一下，然后因为音乐不一样嘛，肯定是要改的这东西，然后自己又编了一点东西进去，各方面吧，和，然后自己副歌也改了，因为副歌那个我，你说我总不能穿着那个跳那个动作吧，有点怪怪的，然后就这样弄了一下。对，其实就是主要是那个电影，就是发型啊，不是发型，就是衣服的那些，全是那一版电影上面的发型、发饰。谢谢元宝。之前就是我想了清白的来不及，然后我说那就来一个，哎，我问他有没有小红帽和大灰狼，因为他有很多大红色的衣服，我发现他虽然。那也不至于在家里尖叫呗。但是要是能换成就是好的那个，好一点的音乐，谢谢，就适合的音乐，谢谢皇冠。就我还是想用他的那个原版的那电影里面的音乐，但是用不了就好了。哎，那只能这样，谢谢玫瑰花。对，我的脚都变黑了，应该，赤脚，而且。一开始其实应该还要再弄点那个雾气出来的，但是他来不及弄吧，好像我记得，哎，反正每次都是这样，我发现真的每次都是这样。对，我其实想挑原版的，想用原版的那个音乐，那音乐很适合呀，真的。啊，衣服滑下来，我也被吓到了，哈哈哈哈，但是还是脸上很淡定，但其实那些。真的是，内心就是心里在想，什么时候有机会让我把那个衣服拉一拉。谢谢玫瑰花。记得，如果拍了什么照片，哎，记得帮我把我的那个什么晒黑的地方啊，什么什么之类的 P 一 P 啊。然后还有说没还有什么痘痘之类的，或者是什么之类的晒黑的，哇，我这一圈是真的晒得很特别黑。
我你看不到太黑的话，是因为我涂了一点那个美白的那个东西，真的，还是有那个，还是很明显的。然后你看那照片，肯定我发的那些自拍肯定是有，就是多多少少磨皮啊，那个美白都会那个去掉了，所以看不太出来。啊，脖子是造型师帮我弄的，他说过来一下，我帮你搞一搞东西，然后我就过去了。我说当女人真麻烦，说脖子上还要涂点那种亮晶晶东西，我平时都不涂的，你们发现了没？我现在连眼睛上面都不涂，我已经懒到这种情况了，真的是。我已经懒到就是装就是，什么叫，我也不当男人，要做精致女人太难了，只能当一个邋遢女人。什么叫今天是强男？谢谢远方。我还没看过电影呢，过两天看吧。明天应该不太行，明天应该台风还是蛮厉害的。我也没当男人啊，你们讲的好像我平时就，对吧？其实我本来还有一个想法，是那个 staff 跟我讲。他跟我说，就是抖音嘛，玩抖，他跟我说什么，就是小青，可以说可以让邓艺贤小青，然后我，你知道他让我做什么吗？他让我当法海，我要气死了，我真的我要气死了，我要杀了他，真的是，我真的好想杀了他，真的，我说你，我在台上我怎么，对吧？什么玩，我这样。哦，然后我说我不，我要穿，我要穿裙子，也不是裙子，我要穿好看的。我说我要穿好看的。不是啊，我在想，那头怎么弄呢？这真的醉了，真的是，怎么想出来？谢谢玫瑰花。对，我要直播收腰。什么？做的什么表情包？对。我下次我想跳无罪无我的，不知道我抢得到。好久没跳无罪无我。B 站那狗好像，我不知道我有没有看过。谢谢演员吧。我们 unit 都是要抢的，不是那个什么来着？谢谢演员吧。我只是这么想的，等我抢到了再说。我觉得很久没有跳了，就那么抢呗，感觉靠速度，对，谁看到谁先看到，谁先说了，那就是谁的。也没有，基本上还是都要抢的，反正。我们队是就老师发出来，然后谢谢玫瑰花，然后就看谁先抢到了就是谁的呀。 MC 现在不摇骰子， MC 我们现在好像也不怎么那个吧。无罪无我不就那个两衣服吗？我那无罪无我的衣服最简单，打拳我以前打了好几年的拳了，不打了，真不打了。
谢谢奶茶。刷超话，刷了吧。我无罪无我不就两个位子，要不我直接跟李慧换了，问问他，他今天跳了吗？他今天跳了好像。酒吧我也跳了好多回了，温布伦会我也跳了好多，我真的每个都跳了很多其实。嗯。每个都跳了很多。红皮炭，我现在没有什么想法，你们可以给我点想法，给我点一些设定，但是我想不出来，我最近想不出来，我之前已经想了两个了，好吗？我不是两个都想完了，谢谢奶茶。我觉得段奕璇他也想不出来，他那天问我有什么想法嘛，然后我就说出了我的想法，不要那种奇怪的好吗？谢谢远吧，不要那些那种蛮难的，那什么皮卡丘是什么东西？校园的我不是也跳过类似那种？猫和老鼠，你告诉我怎么弄？放一个猫头在前面，然后再放个老鼠头在前面，对吧？然后呼吸进出的时候，那个老鼠在那个蛋糕面前在那里吃，那种偷偷摸摸做贼的那种表情。这种演法都成搞笑片了，这真的很呼吸已经不行了，丧尸人。我昨天做梦，哎，是我最近可能看的东西太多了，就是看那些就是救灾的那些东西太多。我昨天做梦还做到就是我在干嘛来着，在那个高铁边上走，然后是怎样的，就边上好像也不知道是反正就是地理位置很危险的那种样子。警察小偷，感觉我又是警察，对吧？谁愿意当小偷呢？真的是没有人愿意当小偷。嗯，旗袍我好像也我以前跟刘尊燕有穿，哦，他穿了旗袍，我没有穿旗袍。美女野兽，嗯，我不一直都是穿的啊，哦，不是穿的，我不一直跳的都是那个二号位吗？不录音，现在都没得录音，就这样也行。你看我无论跳哪个位，只要我想，没有什么不可以的。我今天那个裤子一直勾在我脚上，真的是很麻烦，好不容易把它给弄下来，那裤子勾在我脚上。赤脚不凉还行。你们说的很轻松，感觉。哎，《倩女幽魂》这个我之前有想过，但我觉得留点东西吧，留点东西以后再用。伏地魔和林黛玉是什么？太吓人。没有人愿意演伏地魔，真的。紫霞仙子，哎，我怎么感觉我也感觉好像有弄过，忘了。
太多了，就《三国演义》，那我肯定就是那个赵云，别想了，步惊云和熊吧，太无语了。反正我不演那个步惊云就对了。这有多少人看过《风云雄霸天下》？哦，对了，我今天叶总他在说什么什么大巴不大巴的，就是事情嘛。他就跟我们也不算开会嘛，就正好在那个剧场，太搞笑了。然后我问他，让他在讲大巴的事情嘛，什么坐大巴的事情什么之类的嘛。然后我就问他，那我说那我要坐大巴吗？我说我要坐大巴，因为我不知道我是可以先走还是可以还是怎么说，还是我自己打的回去。对，我说我是坐大巴还是我可以提前自己打的回去。然后他说我有专车，他说我有专车，虽然我不知道那个专车是什么样的车。他说我可以专车早点回去。一下子我要那天去看一下那个专车是什么专车，自行车，结果是电动车，电动三轮车，共享单车。嗯，说好的专车不知道是怎样的，哪个专。对，我肯定提前走啊，不然好久呢，他们总选，对吧？总选要报好的好多好多呀。我只要跳完了我那几首歌，什么还有对歌啊，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歌，几首歌吧，我就可以走了。我也不需要就是总选再出来亮个相介绍你，就是他会出来就一排站在前面，然后喊到谁，然后鞠一个躬，那个我也不需要。会有特别的东西？什么特别的东西？哪一种特别？表演上面特别？阿姨的那辆，那有点远。不会大哥自己开车走，然后那个专车就是我独享一车吧？那有点不太好意思呀。我不用亮相，我好像表演完了就可以走。对，哇，那我独享一个专车了，结果是电动车。那我们就只能口袋见了。要自己骑回去，真的假的？哎，那个我不知道这次的那个演唱会的地方是在哪儿啊？离得远不远？应该还好，早点回去休息，到时候或者哎回去可以直个播，结果大家都在总选，就我在直播，很远，行吧。运动会啊，哦，那是蛮远的，那要穿越整个城市，直播看总选，我不用看总选，你们都在看，你们都能告诉我，我都不用自己亲自看。放个声音。到时候我要看看是哪种专车，我已经记好了，不能让我失望。像什么？哎，对，握手会我肯定去啊！我握手会不去我干嘛呢？肯定要去的呀，握手会还是要去。然后我肯定是早走的，这不用想的，至于什么时候走那我也不知道。真的
然后握手会是两天，一般都是两天吧，我记得握手会。一天是什么合影签名，然后下午握手，还有一天就是整个都是握手，上午下午握手。然后这肯定也不会真正的握手，你要想现在有疫情，对吧？合影穿什么？我们肯定穿的是队服啊，哦，但我们现在没有队服，我不知道，我也没有总选服，哎，哎，去年思思他们是穿的什么？我忘了。那如果我就穿私服，啊，私服，那我就穿私服，那我穿啥呢？又穿小裙子，我不能穿大裙子吗？为什么一定要穿小裙子呢？为什么一定要穿 JK 呢？我有29岁的人了。我要穿大裙子，穿到脚后跟那种汉服。穿华丽一点。之前有说就是让你们也穿汉服过来，然后一起汉服就是合影，然后有的粉丝说不穿。因为啊什么东西他自己穿，我不穿，我穿汉服。有本事你穿。之前粉丝说他如果穿汉服跟我一起，就我也穿汉服一起合影，他会显得他像一个捡垃圾的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反正差不多是那个意思。你有本事穿水着，然后我穿汉服，我们俩一起合影，你看看你是怎样的。你不穿，好，你说好了不穿，你到时候谁穿谁是猪。你看这么多人看着呢，现在多少人啊？看着呢。什么要反过来？什么要反过来？反过来穿啊你，那你就把你的水着反过来穿呗，你反过来能穿吗？我不穿，我不穿水着，让我穿没有意思啊，你们让我穿有啥意思呢？就一块平板，对吧？你说这看了也没啥意思呀，我自己都看不下去。我没有伤害自己，我说的是实话，就是这么多年了大家还不了解吗？别，不需要注意尺度，这没有尺度，就是快平板，这有什么尺度啊，真的是。哎，不至于搞得好像你很了解一样，嘿嘿。就跟这个有的一拼。毕竟放得很及时啊，这怕啥，这是皇帝不急太监急啊，我都不怕，对吧？哎，我刚刚说什么了？忘了。穿什么？对，合影穿什么？我也不知道穿什么。穿汉服其实太热，穿 JK 呢，我不想露腿，真的是。我觉得，就是因为感觉这个裙吧，就是我，你们知道为什么平时喜欢穿长裙吗？因为穿上长裙就不会露腿，然后就风吹的话也没关系，然后而且还比较舒服，会比较舒服。而且我最主要的是我怕冷，特别是腿，我怕冷。我有时候会穿长袖啊、长裙、长裤，除非我要出去就是玩啊，就是在外面时间多一点，我可能会穿就是怎么说呢，裙短一点的什么裤子或裙子，对，老寒腿。我
我从小学舞蹈的，我腿上就有时候下雨天之前我会痛，而且我还有那个呀，半月板啊。想想这样还让我穿裙，年纪大了不像你们了，年纪轻轻的。合影可以比心吗？可以啊，为什么不可以？你只要自己想动作，我觉得能接受就可以。我觉得不能接受，我肯定会问 staff 说这行吗？然后 staff 肯定会说不行。我也没穿大裤衩嘛，这种西装这有点太正式了，搞得跟那个一样。对，我说 staff 这个动作可以吗？其实 staff 心里啊，懂了。JK 配秋裤是什么东西？你穿婚纱来呀？为什么我要穿？我穿过婚纱，我喜欢穿黑色的婚纱。你们也可以穿 JK，黑暗系，对，我觉得这比较适合我。谢谢野蝶。恶魔轮回，恶魔轮回那个不是婚纱，那是芭蕾舞裙。应该说礼服吧，礼服我喜欢穿。哎呀，我也没穿过几次礼服，其实，我好像也没有穿过白色的礼服。倒也不是 cosplay，就，我穿过，西装什么颜色基本上都穿过，就真的西装比较多，然后衬衫也比较多，裤子也多，还有西装裤也多，也搞不懂为什么会有这些。我妈也会喜欢穿这样子，类似于这样的衣服。我有时候我可能买的西装会嫌大，我会给我妈穿，还有衬衫什么的。对，我妈平时以前年轻时候也这么穿，可能我就。也那个看了多了就一直都这样，会比较好搭了这种衣服，然后 T 恤啊、工装裤什么这种，就是平时不用想就直接随便拿着穿，因为我还要想第二天穿什么就很烦。我妈身材会比我好一点，然后她穿的也在穿上面也比较那个。谢谢应援棒，我小时候都是我妈给我搭配的衣服。出去春游的时候还要给我梳两个那个双马尾，就是包那种丸子头，上面还挂了一个假的那个假发的那种，就是一圈就是全是那种卷发，就洋娃娃的那种东西，搞得跟那个一样，其实就出去春一个游而已。然后别人都穿着那种，然后我一个人在里还穿了一条裙，搞得跟那个一样。但没有照片，那时候，那时候怎么没拍照片？已经没有那种的照片了，我就忘了。但是我还能记起来那个时候去春游的那种。谢谢元宝。脑门上红点，好像没有红点。我记得那时候就是这样子，然后穿着上面。都我妈在那里弄，谢谢你的用爱发电。然后头发也是，她给我梳啊什么之类的。就平时就是，因为有些同学可能就是小学时候同学就是身上穿的，不能说是脏啊什么，但是就看上去就是或皱皱的或是什么之类的。然后我的衣服就基本上都会有熨过啊什么什么。然后就是弄得就很好，连老师都会那一讲，哎，看上去好像看上去啊，只是看上去。然后后面我自己就是在外面读书，我得自己就是弄这些东西，就有点懒了，就并没有这样了。
谢谢愿望，就那么弄呗，就随便，也没有变邋遢呗，就随便穿呗，就是看我穿了个裤子。我这次回去的时候，我妈跟我说什么来着？哎，我前两天刚说过，谢谢玫瑰花。她说你要变成什么东西来着？我忘了，穿得很少年，对，差不多这意思吧。谢谢你们吧。然后我跟她说我要留长发嘛，然后她说短发吧，还是短发好。她自己说的，不关我事情。她说比较方便，我也不知道她方便在哪儿。但我今天弄了那个就是白蛇的那个头发，我觉得我长头发如果要弄长头发的话，我头发太多了，就如果只是今天白蛇的那一撮，就是他只用了一个假发片那么一点，我觉得还是可以能接受，不会很重，不然就太重了头发。是我妈可能觉得这样子显短发显年轻点，他自己也觉得他自己年轻了吧。长卷发就很久都没弄过，谢谢圆圆。我之前都是偏风大波浪卷，之前都是一下子就改了一个风格。谢谢皇冠。对，方便很多，但之后看吧，等冬天再说吧。就算要留长，也要等冬天，不然现在要热死了，我真的要。真的要热死了，现在这个样子我都热死了，说明我冬天我又想，那我就去接个头发也不一定，谁知道呢。谢谢元宝。对，冬天的话也好一点。现在开始留嘛，我估计留不到，因为我还想剪，我总选之后还要去修剪一下，谢谢元宝，稍微修剪一下，因为我头发太毛了，现在本来想总选之前稍微去修一下的，谢谢元宝。然后我怕他修了太短了，谁知道呢，就是他每次可能修的长度不一样，太短的话又不太好。是长了很多现在，而且很炸毛，因为今天下雨啊，这肯定炸毛了这个。我现在我也不知道我这是什么发型，就我直接拿我照片给理发师，我基本上就是让他就是这个长度再剪短一点，按这个就是不是长度，这个形状剪短一点。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这头发到底是什么头发，就是上面有点短短的，然后下面是长的吧。什么脚吗？但我怕害怕，所以还是不剪了。到时候应该今年的这个拉直之后，应该跟去年总选的头发长度差不多。这不是初恋多吧？但是我头发就膨胀。就是真的是膨胀，真的是，对，是有点长，这两天是真的膨胀。今天没有拉直，今天，因为今天想了我拉直也没有用，所以索性我就不拉直了。今天，我平时就一直扎头发的，真的是。燕尾头是什么？但旁边头发是很多，这样很容易边上头发会掉下来。我得看吧，我觉得我不太适合狼尾，就是我还不至于就是那种风格，因为我自己还是比较偏向，还是我自己的那种。是长长了头发。也不是，就是比较，还是比较，我也说不上来是哪一种，就是还没有到，对，柔美的那种吧，柔一点，就是没有到达那种
很那个，还没有，我觉得我也不太适合吧，我觉得我现在挺好的这样。什么娘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再娘也没有你娘，真的。你想想你自己，好好说话，对，好好说话。想想你自己平时的样子，再好好说话。你只是个观众。我把你键盘给砸了哦。什么？对，看看你自己，再看看我，到底是谁娘？新买的麦克风，把我耳朵给露出来。对啊，都是女的，我不能，我都不知道，无法说话了，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对，我这耳钉戴了很久。看看我戴的耳钉，再看看你戴的耳钉，你平时戴的耳钉那都是什么？你也没有耳钉，你连耳洞都没有，唉。还不如我帮你戳两耳洞呢，真的是太不行了。你要活了这么大岁数，哈哈，我要开始伤害人，人身攻击了。活了这么。要去医院，直接咔嚓两下，没有发生什么，哼。打耳洞不疼，其实我其实也不是会戳耳洞，我只是可以狠下心来，就是假如你堵住了那个耳洞，我可以狠下心来咔一下子，因为毕竟不是我自己的耳朵，真的。对，我之前给段奕璇给弄过，谢谢音乐棒。之前段奕璇他还跟我说，他说他耳朵，哦。耳洞说我上次给他弄歪了，不过他是那个，他是故意这么说的，他说故意的，不是真实的。我心想不可能，对，碰瓷他。哇，打耳洞真的这么贵吗？我以前打耳洞不用300，只要30，或者只要15块钱。打的什么耳洞啊？那是，对啊，30块钱最多了。现在医院有打耳洞，我之前听谁说的可以去医院？因为我每次啊，我之前就是我们就是最佳拍档不是表演的时候嘛，我会买耳环，结果才发现他没耳洞，根本就戴不上，唉，白买了，简直就是。我自己用，但是我平时说实话我也不用那种，我就只用这种很普通的。现在医院有，我之前不知道听谁说，也是去医院打的，忘记了。医院有，而且医院打的话会比较就是。各方面会方便点，也不容易发炎吧，然后还会给你配药。像我以前打的话，对，以前打的话就真是全靠自己，就是。
这打啥麻醉呀、啊？就好像拿一个枪，我以前记得我就拿一个什么枪，然后在这里突然夸一下子就打完了，就麻一麻，就是打那个耳洞的时候就麻一下，没有什么，可能会头两天会痛，因为那时候冬天我有时候套衣服会碰到，那消毒是肯定还是要消毒的，但是就一瞬间的事情，对，太差了，这点痛你都吃不来苦嘛，真的是。你想想我平时压腿，以前我压腿那是丝胯，真的是靠在墙上，腿这样子直接老师一踩，两边一踩，那个是真的，这个算什么痛，真的吗？你需要压腿吗？我可以帮你压腿，真的，我好久没有给别人压腿了，我就看着就难受，就想给人压一下腿。你确定吗？我之前给谁压？给腿腿压的，腿腿都要差不多了，人。会尖叫吗？直接拿一个什么东西塞嘴里，别叫，太可怕了。双面夹击，就一边一个，很可怕。一边你叫，然后一边哎，段奕璇又叫了，那我好惨啊！我耳朵要是哪天要是耳朵不行的话，就真的只能找他们两个人了。我是真。对，我人是真要没了。之前去海口的时候，谢天一他有什么耳石症啊，就也是耳朵有小石头那种，我都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。他说他一转身就是会头晕，对，但是躺在那他就只能躺在那。那个我不知道是什么，五折也有吗？我第一次听说那个东西，谢谢远吧。我觉得就是太累了，所以会就是各个疾病都出现了，之前就不至于那么累，所以就还好没有发作起来，免疫力下降。对，我今天上场之前我这一块我额头这一块都过敏，结果现在又好了，好奇怪。嗯，上班综合症，就上班之前都要来这么一下。雨水过敏应该不是，我的伞已经坏掉了，不过我有另一把好的伞。什么跳跳公演就好了，什么东西？我觉得可能是太热了吧，天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。我这网上买的，还能哪儿买的呢？空调不行吗？我还觉得冷呢，今天。太阳晒的应该也不至于吧。我那把伞里面还是我自己，结果坏了一个腿。但其实应该修还是可以修的。那好像是音乐会给我送的第二把，好像第一把是被我不小心丢掉了。不一样，这个修一修，这不是像别的那种伞好吗？不一样，我女排还没有看呢，但听说今天输了。
没事，等他赢的那一天我再看。但我有一把思思留下来的一把伞，那个应该是很好的，那把应该抗风能力还挺强的。我没看，还是算了，那就第一场可能还没有进入状态。什么孔粉头发是什么意思啊？外面风好大呀，我都听到声音。我刚进来的时候，就是进门的时候，吃完饭上来上楼的时候，我就看到外面的那个风好大好大，感觉房顶要掀掉了。当然不会掀，土耳其粉头发，诶，是不是短发的？不是吧，是吗？是短发的吗？是不是还蛮短的那头发？是不是就是有点像对，就是那我好像知道是谁了。那是不是上一次那个就是世界的那个比赛，世界杯还是什么比赛，也有他？那我知道了，那他的确是还蛮厉害的，是蛮厉害的，我还记得竟然。那时候我就感觉还就是蛮厉害，但是那时候可能就是他们的队员就是还没有配合到那种程度吧，这次一下子。哦，谢谢应援棒。谢谢巧克力，难怪，谢谢巧克力。还有五个了，还有四个，五分。一直扣球吗？哎，别人有没有什么？你跟我讲干嘛呢？谢谢应援棒。谢谢巧克力，对，你跟我讲干嘛呢？老跟我讲别人的私生活，我们在讨论其他东西，工作不是工作，对。谢谢玫瑰花，对，我们在讨论排球这个事情。肯定会研究啊，如果你很厉害的话，那教练肯定会研究啊，帮助球员啊，很正常的。举重有两块金牌，自由人有点太自由，自由人是不是达到1.7米都能去？1.75米还是要高一点，我这多大岁数了？我最起码要20年前我可以去开始训练，我现在都多少岁了？真的是，对，9岁开始打排球。别人是从以前就开始训练，你看他们那个手上那个肌肉，然后还有各项那种体能什么，我是不行，我跳完前两手我就有点累了，更别说这种的。对，那肯定要从小练的，各方面那些东西。可以拍球，哎，我会拍球，我其实也会，只不过呢，就是力量不足而已。
颠球还是可以。乒乓球，乒乓球可能打不过几个来回吧，应该。颠球就以前大学里面不一直要这样子，就一直盯着它这样颠颠。羽毛球，羽毛球你别喊停，我估计可以一直下去。羽毛球很简单，好吗？对了，我那个妹妹，我一个妹妹，就不是读研究生的妹妹，我另一个小妹妹，她竟然在打篮球，她现在是高一吧，16岁，对，她已经差不多有我这么高了，1米67、1米68，快要到我这个就是身高了。他在打篮球哎，他，我才知道他在打篮球。他之前学那个，学什么来着？学拉丁舞。小时候我不知道他打什么位置，因为他比较内向，他比我还要内向，就完全不说话那一种。就是头发也剪了，他之前头发很长发嘛，而且很顺滑，就是他不像我这种沙发，他的头发很顺滑，他剪了，剪短了，虽然跟我还不，他那个才叫妹妹头那种初恋头那种意思，谢谢你们吧。偶尔剪了头发就去想去补，他穿，他平时哎，平时其实也穿裤子多，我舅舅说他不怎么穿裙子。然后他就去打篮球，我才发现，因为他一直都很内向，以前就是过年时候就是见面的话，就是说话声音也很小，然后就比较就喜欢可能自己玩爱这样子，类似这样子的吧。我不知道他打篮球有多好，我知道他现在在打篮球。你在说什么呢？他已经16岁，1米67、1米68这样。我16岁还没这么高吧，我16岁大概只有1米66这样，他可能还要比我长得还要高一点，我觉得，因为我舅舅他也蛮高。对，我16岁1米66差不多，反正他反正站起来感觉快要到我这个差不多身高，也没有，我那个读研究生的妹妹她比我矮一点，她现在1米68，她1米65这样子，以前念书的时候，然后后面又长了一点，1米68，反正差不多这样，她是属于我们里面最矮的一个。我没有表弟，我只有堂弟。我堂弟不高，我堂弟才1米75，我都不知道他有多少，可能比我稍微高一点吧。我不太知道，对，我基因全我妈那边，我爸那边没啥基因，可能只有一个鼻子是他遗传他的。对，只遗传了一个鼻子，真的只遗传了一个鼻子，眼睛也不像我爸，眼睛像我妈，眉毛可能像我爸爸，比较浓，然后整个脸的整体像我爸，就是这个脸型可能像我爸，就是小头，真的一个小头，然后手和脚腿全像我妈。对，我爸头也比较小，就对，小头鬼，真的是小头鬼。还好我眼睛长得像我妈，不然就像我爸那种三角眼，完蛋了，那眼睛是这样子。那也不至于，这个有点夸张了，就是反正不适合长在我这个脸上，那个眼睛就对了，就我也说不上来那个眼睛是怎么。
真的是这样子的，哎，这样，哎，我又不会弄。然后我妈眼睛可能比我还要再圆润一点，然后我是有点长一点的，细长的那种的属于。然后鼻子像我爸，还好没有像我妈，不然那个鼻子也塌的，估计是塌，也不是塌的，就是也没有那么塌，就是我都夸张了，但是就是像我爸会更好一点。然后就整个头可能像我爸爸，但是我的背影他们都说是像我妈。我爸走路很快的，以前他走路我在后面就是跑的，但自从我长大了之后，我的腿也就是我跟他一样的身高之后，就走路就是一样快了。他真的走路好快啊，他以前。对，然后现在走路也很快，手像我妈，其实也不像我妈，我妈的手是属于有点那种肉，那也不算是肉手，就是他们说有福气的手。然后我的手呢，你们看当中漏财，能看到那绿色中间漏财那种。然后我手，但也不像我爸。如果我的手像我爸的话，那也完蛋了，那就是跟那猪蹄一样，那也不至于，就是还是夸张了一下，就可能我自己就是形成了这种样子。然后我的腿像我妈，如果像我爸的话，那估计也没啥什么腿型不腿型这回事了。我妈的腿是比我还要长一点那种。就实话实说呀，没事，反正他自己都，我爸自己都要说我长得没他好看，他说我没长好，我爸说他觉得他自己吴奇隆翻版。因为别人就是有亲戚就是说他长得像吴奇隆的，我承认是有那么一点像，但是也不至于这么自信过头吧。对，很自信。然后以前过年的时候出去吃饭嘛，就是饭店里面就是吃饭嘛，就是中午一顿饭，晚上一顿饭，就不同的就是亲戚请客，他要换衣服，一天要换好几件衣服，还要在那个镜子面前还要这样子看一下，就是套上了衣服西装或者什么之类的，然后回头你觉得哪一件好，他要问我，然后就随便，对，他要换，真的是。然后中午穿的衣服跟晚上还要不一样，人物。对，他现在也不是现在，就这两年我记得有一次他自己买衣服的，也不知道买的那个衣服，他就喜欢那种，也不是说很花啊，就感觉不像是他这个年纪，就是感觉。像三四十岁穿的人，他已经五十几了，52还是53、54，我忘了，反正也不是说碎花，就是感觉那种，反正就不是他这个年纪穿的就对了，跳跳虎，就是那种，对，他有一条夏威夷风格的那个中裤，真的是绝了，谢谢远方，他水瓶座的。对，沙滩裤，我不知道他买了干嘛的。我们家离沙滩还是很远的，我们家那边没有沙滩，常州，我们也不是住在海边的。水瓶座不请自来，绝了，真的是。哎，就感觉很搞笑，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吧，就是觉得很搞笑。